短的，有的长的，就是完全就是在骨架上面已经定好这个尺寸了，也定好这个大小，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形状啊、凹凸啊，就是水泥来配套这个形状的，花了一个多月，这么，也耗时嘞，主要是在它的触感不一样，做出来跟大自然要接近嘛，是吧？它每一个形状都要体验出它的忠于实的感觉，触感有致嘛，是吧？就是时间主要就是在于完全是手工来捏的。一个区是景观，另一个区是家庭，里外结合，大自然的这种风貌能够搬到自己的家里面来，我觉得平时我们的生活里面觉得很放松。安全我们是肯定考虑过，第一个是膨胀钉结构、就是把它膨胀钉加固好，然后我们钢筋来焊接的，粗的我们就用钢管，按照我们的承重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啊，我们都吊两三百斤都没问题，毕竟我们也是自己住的。看视频上棚派。